演过很多戏，唯独妈妈这个角色没有剧本可循。每个孩子都与众不同，他们用眼睛观察世界，我用眼睛观察他们。他们的主见，他们小小的世界观，甚至专属他们的奇妙语言，都让我的生命有了色彩。想为他们打开世界的大门，更想成为他们安稳的港湾。在达达专属欧美外教，陪伴式教育，更懂孩子。因为专属，所以专业。达达专业在线少儿英语。